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李胜新，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冬奥会与全民健身发展。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通过北京冬奥会，推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现，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也是新时代中国人民的重要民生需求。北京筹办冬奥会以来，全民健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是如何通过北京奥运会实现全民健身发展的呢？首先，中国选择以青少年为重点，以学校为主体，广泛开展校园冰雪活动。北京冬奥会筹办以来，在冰雪运动参与人口当中，青少年是体育消费的主体。根据中国教育部数据，2020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3万所，在校生达2.89亿人。为扩大冰雪运动群众基础，必须以青少年为重点。为了推广冰雪运动，扩大冰雪活动的覆盖面，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冰雪运动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青少年为重点，全力引导大众参与冰雪运动，推广冰雪健身休闲项目，丰富冰雪赛事活动，满足大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参与冰雪运动需求。规划将冰雪运动群众基础更加坚实作为目标，提出运动普及度大幅度提高，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稳步增加，直接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并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为此，推行百万青少年上冰雪和校园冰雪计划，促进青少年冰雪运动的普及发展，强调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学校、社会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冰雪运动教学活动。为了更好地推广冰雪运动，开展冰雪活动，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在全国中小学积极推进冰雪运动等特色项目，逐步形成一校一品、一校多品教学模式，并要求京津冀及东北三省教育部门积极开展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建设试点工作，使全国中小学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2020年达到2000所，2025年达到5000所。在校园冰雪活动推广普及时，必须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政府通过完善政策措施、制定标准体系、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大力推进校园冰雪运动的普及发展，形成全社会支持校园冰雪运动发展的良好态势。为了更好地发展冰雪运动，扶持特色，带动校园冰雪运动普及发展，重点面向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遴选一批冰雪运动特色学校、试点县区，设立校园冰雪改革试验区，并通过统筹冰雪运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和冰雪项目运动训练专业等方式，逐步构建起校园冰雪运动的普及发展体系，开展冰雪项目教学活动，强调要把冰雪运动知识纳入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对有条件的北方地区的中小学，应将冰雪运动项目作为冬季体育课的主要内容。鼓励南方地区的城市中小学积极与冰雪场馆或冰雪俱乐部建立合作，开展冰雪运动项目的学习。特教学校可开设冰蹴球、模拟冰壶等适合残疾人学生的冰雪或仿冰、仿雪的运动项目课程。积极推行以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支持学校与社会培训机构合作，开展冰雪运动教学活动。要开展冰雪运动，必须加强冰雪运动的教学指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冰雪运动教学指导体系。国家组建专家委员会，印发校园冰雪运动教学指南，规范提供冰雪运动教学视频，制作冰雪运动普及读本、冰雪运动知识手册、校园冰雪运动健身指导以及运动伤病防护手册等，引导广大青少年关注、喜爱、参与冰雪运动。在课外活动当中，强调要
丰富课外冰雪项目体育活动。有条件的学校要把冰雪项目列入课外体育活动范畴，开展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有条件的南方省份在冬季与北方省份进行手牵手的对接，利用体育部门组织的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活动和全国大众冰雪季活动，有效开展冰雪冬令营、冬季研学活动、冰雪体验等省域之间、国际之间的冰雪交流活动，形成帮扶的发展机制。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校园冰雪课余训练和竞赛体系建设，要建立完整的校内竞赛、校际联赛、选拔性竞赛的校园冰雪课余训练和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级联赛体系，并与专业化的青少年冰雪训练竞赛体系有机衔接、深度融合，构建起县区级、地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的四级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竞赛制度，同时探索开展青少年俱乐部联赛，组织全国青少年冰雪夏令营、冬令营赛事，积极参与国际之间的冰雪运动交流合作及冰雪赛事活动。在冰雪活动的开展当中，必须以群众性冰雪活动开展为重点，巩固拓展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让北京冬奥会能够汇集更多的人群。群众性冰雪活动的普及仍是未来中国体育工作的一大重点。2021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巩固拓展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以花样滑冰、冰球和高山滑雪等为重点的冰雪运动项目，未来将成为中国最为时尚的大众健身休闲项目。根据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开展适合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冰雪健身项目，不仅是广大市民的需求，更是未来中国各级政府提升和改进体育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为了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发展，要以冰雪赛事活动为引领，推动冰雪运动持续深入发展。北京冬奥会自2015年筹办以来，冰雪场地设施有了很大的改进，一批先进的专业体育场地设施完全具备承接重大体育赛事活动的能力。群众性冰雪运动的普及需要高水平的体育赛事做支撑，各地以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的高山滑雪、跳台滑雪、冬季两项、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冰壶、雪车雪橇等各类冰雪体育赛事，不仅能推动专业冰雪赛事的升级发展，更能够对群众性冰雪运动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引领。政府举办的专业性冰雪体育赛事、体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举办的群众性冰雪赛事，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组织的校园冰雪赛事活动，将成为有机一体的赛事体系，成为引领中国冰雪运动深入开展的内生力量。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让更多的人参与冰雪活动，享受冰雪运动乐趣。北京冬奥会仅仅是一个开始，让我们一起期待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谢谢大家。